来呀、啊，女魔王，我们先过去。哎呦，女魔王棒棒，进去了，乖宝宝交了，一下子就到了啊。走，天都黑了。明天再玩，明天再玩啊！这边就是我们的大本营了，以后看看能不能用其他的大本营，很近很近的，离距离大本营非常非常近的。现在是二楼。哎，宝宝，到家了，宝宝们。都起来，身边好多猫。6，小喵跟牛魔王，对不对？两个。哇，新的衣服吧，总算搞定了。今天下午的搬迁。隔壁就是那个。嘿，不可以过来，不可以过来，不可以过来，嘿，不能过来。隔壁就是。嘿，不可以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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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嘿，五个跟屁猫啊！现在总算把萌萌给集中到工作室这边过来了。还剩下公孙大娘他们，这里就是之前租的21楼工作室，这边有8只猫，这里平时基本上是看不到人的，东西都搬得差不多了，现在是每天都要过来照顾他们。嘿，高高，阿福，蛋蛋，蛐蛐，哎呀吧，高高宝宝，二宝，公孙大娘。就来了，就来了。花花和三宝，他们两个还不让我们靠近，到时候怎么带他们是个头疼的事情。这是妈妈，公孙大娘。公孙大娘，啊，只顾着吃了。公孙大娘，他们8个猫猫要搬到大本营那边去，这样所有的猫猫就集中在这两个地方了，而且相距非常非常近。小熊，你快出去。菠萝不可以，不可以就不行。蛋蛋，小公子，猫头，小猫头，对不起，我们已经是小猫头了，又尿，太乖乖了。安平，你在等着要吃饭干嘛？大家都开启动猫爸模式了。晚安，猫爸。幸好有你帮我照顾他们一下。小春春，小春，小春，他们陪着你啊。小春，小春，我们也是很努力哦。小春的伤口恢复得非常好，很干爽。医生说要吃药。那个抗生素不能随便停，能不能看得好的？感觉好就停。嘿，宝宝们，小春一猫担心。小春做完绝育，今天已经差不多1周了，他恢复得非常好。本来还担心他，因为他的个子很小。然后悠悠班这边现在还没有做绝育的是2号楼、2单家，还有铁扇公主，还有白晶晶，他们因为
身体都比较弱一些，所以还是决定年后再带他们去广州做，这样万一有意外状况的时候抢救回来的概率会更高。我现在每天都摸一下他们的肚子，就确认一下有没有怀孕。刘梦安、小妙两个男生胃口很好，现在在打扫这间，打开纱门透透气，然后阿娇他们都在这边看我脸。